现在在海边呢，有点昏。哇，这里面有小鱼，我看是什么鱼，我看是哪一种鱼。哇，老虎蟹这么多，一条什么鱼，现在没了。我不是想抓你，我是看这哪一种的，那么小我不会去抓你。哦，小地龙会不会好看，滑溜溜的滑溜溜的。好好好，就快点。这泥巴都给推推推，哦，你以为这时候它不会动哦？千万得小心，这个时候，我这个还是个公的，像这里啊，这个肚脐这里哈，有一条哈，如果是整条都是黑黑的，那肯定不会怕。如果是像这个半条黑黑的哈，那还可以，不过不会很饱满。哎，还挺满的，难怪这一条黑黑的不整条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总算来一只螃蟹。好，来这加一下，准备盖。小虾米，看，特别好看，小虾米，嘿嘿嘿。好好好，进去进去。嘿嘿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来，来。哇，看，那条会不会好看？我这一次比刚才那小一点，这起码有一2米吧。这个泡泡会不会好看？这泡泡会不会好看？这个是要动的，它缩起来的。这么多，呵呵呵呵，嗯，再回去，再回去。现在这个是最后一个，哎，那加好了就可以回去。嗯，我以为。
今天会挺多的，什么搞就是三眼东西。走走走走。